She put him on her hips and she blew a little kiss, and I said, oh my, my, didn't know my baby moved like this. Oh my, my, didn't know my baby moved like this.这样观光其实蛮chill的，蛮惬意的。对啊，要不要下来租一台啊？它可以骑到5:30。对，这样是500块，可是有折抵停车费。它其实是不限时的，就是你如果说从早上来的话，你也是可以一直骑。嗨，大家好，我们是张扬夫妇。嗨，我是大扬。我是小张。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彰化田尾。今天的话也是车速的一天，没错。然后我们要用来这个园艺之乡来开启我们的一天。对，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很酷的地方，是仙人掌园。它是周六周日跟国定假日。10:00到5:00。好，谢谢。一个人50块。可以折抵消费。40几年就中了。50，你看啊，他写年龄50年左右。金虎，这是金虎，这个我有见过。好可爱哦！不然浇太多水就死掉了，不然它本来可以长这么大。这感觉在荒野求生的时候就被剖开当水瓶。好大，嗯，好有趣哦！彰化最初哎，好大根！你看那个是穿透屋顶，看到吗？穿透屋顶的是真的。这个是拍照热点，然后他会说，你拍照者就走这一条进去，然后如果你是被拍的。就走这条进去，他东西已经帮你规划好了，对，种了50年，超过从民国47年就种了，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成片。She kicked her right shoe off, her left shoe off. She's dropping down her shoulders and she's moving all around. She put her right hand down, her left hand down. She put them on her hips and she blew a little kiss and that's it.你们知道仙人掌剖开之后长什么样子吗？不喜欢有密集恐惧症的真的不可以看。来，3、2、1，剖开长这样，然后它会在旁边再冒出2颗小的、3颗，哎呀，这颗是异形，它出来了，好恶哦。这个是最老的60几岁的仙人掌，60几岁。哇，真的是历尽沧桑的感觉，超大只哎，酷毙了！这已经是彰化扛把子等级了哦，真的，这一排都很老，你看，这是我们的标题，都超高的哎。你看旁边是小朋友哎，真的，他应该是风干他的伤口，因为切一段好像可以再种回去，应该是先把它封，好像冬瓜哦，怎么回事？很像那个墨西哥，不是啊？你不觉得这很像冬瓜吗？然后它应该是风干了之后，可以再把它插上去，就变盆栽。这是仙人掌花哎，它20几岁，黄凤丸。它会叫黄凤丸，就是因为它的花吧。漂亮。对啊，真的是黄凤丸哎。哦，有点香香的。是啊。它的香气里面带有一点点微酸的。嗯，跟仙人掌冰的感觉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小蕉啊呢，小蕉开啊呢，哇，真的，他边边摆一边开过几摆啊，啊是啊，他不是只开一次哦，他一年常常开。啊，伊敢有别款的色，起码是开黄的嘛。嘿，他黄凤丸就是开黄色的，嗯，今天黄凤丸开花，他改天他可能换另外红色的。然后它会一起开，它同一天它可以一起开，好可爱哦！好可爱，是什么？那个是残血子。哦，它颜色好梦幻哦。因为有点红红的。对啊。然后你们有发现那个大凤龙在开花了吗？有。都开了。哦，在半个月。大概从现在开始。嗯。大概六
六月底、七月初当然会有。哦，六月底的时候来这边玩，就可以看到大凤梨开花。真的真的真的，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就可以赶快过来了。就是这一颗一颗都会有花。嗯，酷。但是你如果说你在盆栽里，它再经过四年，它一定都差不多。嗯，其实在原生地墨西哥它可以更高，可以更胖。啊，因为我们环境比它比较贫瘠，刚好。它的气是软的。那可以耶。不要不要这样子摸，啊这样子摸，跟刺猬一样。不要往下，啊你往上摸被刺到。哦。好可爱哦。带几颗小的回去，六十年后就可以。六十年后。像屋顶那么高，六十。我们想要选这一颗。好。这个好可爱耶。地方还蛮推荐大家来的哎，因为它可以参观之外，它虽然进去会收50块，但是我们可以挑，就是它可以抵消费。我们挑了一盆100块的仙人掌，然后你的门票50块加50块，刚好就是可以抵一盆。然后又可以拍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我们就把刚刚那个超大颗的仙人掌，然后我们带了一颗小的回家。对，六十年后就可以。六十年后我们就可以长得像卡梅隆。六十年之后再开箱给大家看。也用树枝做的路，你可以用窗户做。安安，上车。哎呦，那个计程车服务，出发。这个温室里面全部都是非洲鼠。花纹吗？就是会有那种加纹的。对啊，哎，香水莲呢？哇，好多种哦！但是这个没有开花，还没开花。哦，可爱。七里香哎。点点。好可爱的七里香。超可爱的。哎，这是餐厅。哇。对，有森林公园的那种，森林游乐场的那种味道。嗯，你看它的温室的餐厅就是长这样啊。侏罗纪公园。你看温室餐厅长这样，很漂亮吧？对。Gotta get to know you, get to know you. I was surprised by your sweet southern charm. I'm wasting no time. Had to make a move, so I got a little closer, a little closer to you. But you were like a bee sting on a summer day in the middle of July. I stopped to taste the honey, should have kept it running. Maybe then I'd been alright. 看后面，超漂亮的，这里值得来耶，推。它这边就是消费低消是200块，它是一个餐厅。我觉得那个神教啊，它那根木头好有弹性哦、喔，真的。咚音咚音咚音，有了，这样就是来到鹿港的感觉了。没错。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好丢脸哦！好久没来了，天后宫。以前大学的时候，每一学期都会来领选票。
要问老板娘有没有办法单买，可是客人太多了。真的，这是老字号的饼店。有、哦、好香，一走进来就超级香。对啊，好想吃。你看那个传统大饼。哦。哇，很赞哎。这是山药口味的。嗯。好特别哦，好吃哎。很香的。嗯。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太油，也不会太甜，也不会太甜，我喜欢的。嗯，好好吃。这种脆脆的牛舌饼，嗯，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胖。好香哦，好像千层酥饼的那种口感。我来，我来。嗯。我想试试看你们随便乱吃的，有哪一间可以吃？哦、好，赶快去第二个努力的右转进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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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我们就是要吃在地口味的。好，干。要去老板娘，刚刚我们买饼店的老板娘，她推荐我们的。她说，如果说你想要吃小吃的话，你要往天后宫那边走，就是外地人来会吃的小吃。对。那如果说呢，他们本地人要吃的话，他们会往那边走，就跟天后宫反方向，你要去往下，就是他们的市场那边去找。对，对，他们会比本地人会比较习惯去市场那边吃。那我们就去那边看看看有什么好吃，我们来试试看。Go go！我们现在香菇肉粥这边，那我们是怎么评判它好吃的呢？因为其他店的老板也跑来这边买饭的。我们看到其他店的老板，感觉不错，走去排队。这个是花枝汤，古仔肉汤。哎、欸，这个就是骨头旁边最好吃的肉啦！看起来真不错。哎、欸，汤很鲜哎、欸。嗯，很好喝。很清澈，但是味道非常的浓郁。超级脆，它的花枝真的超级脆，而且料给的很多，你看看，还特写。满满的。嗯。这个、哦，这个是香菇肉粥。哦哦。它店名的招牌。嗯。哎、欸，这一看就一定好吃啊！主要是它的汤真的好好吃哦。嗯，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味道，少了一味。加胡椒一定要加。白胡椒一定要加去。哦，看起来真的不错呢。我觉得它的汤非常的灵魂，所以它的汤不管煮什么都超好喝的，真的超好吃的。用这个煮粥一绝啊！它的汤啊，清澈然后很浓郁，你会感觉那。里面有很多猪骨的味道，对，就是熬酒的那种汤，很好喝，真的，哇，啊，这是我的炸芋圆，芋圆来了，炸芋圆来了，哇，你看我就说一定要用炸的，你会偷偷讲哦，偷偷讲哦，我刚刚看到别间芋圆店的来这边买他的晚餐，红叶认证的好吃，对，红叶认证好吃。外酥内香，它那个壳带好多哦。哎、欸，它的烧肉竟然是脆皮烧肉，哎，好爽哦！我刚刚原本以为是那种，因为高雄的烧肉都是那种烤的，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烧肉，是脆皮烧肉，真的挺好吃哦。它泡菜是臭豆腐的那种泡菜，嗯，酸爽的，吃吃看。没事，泡菜。有蒜香，有大蒜的，它有连一些蒜汁，超好吃。太夸张，疯了疯了疯了！要搭配这个嘴边肉看一下，这样子才240。我们两个人刚吃这样子六个才240。谢谢，谢谢，好好吃哦，很好吃，谢谢，拜拜。She's dropping down her shoulders and she's moving all around. She put the right hand down.Left hand down, she put him on her hips and she blew a little kiss and I said, Oh my, my, didn't know my baby knew. 打招呼，嗨。我们今天啊。车速的地方超酷的，我们在文武庙的正前方，然后今天下雨，我们在一棵树下，
车泊，不落地车泊。听这个声音，白噪音。好了，关门了。好，晚安。他这边停车场进来是有水车的，他晚上也不会关，还不错，蛮好的，离鹿港老街也蛮近的。哇，很漂亮哎，真好看，五五庙，我喜欢那个 CC 的造型，怎么连厕所都这么好看呐、啊？教材收集教材，这是文庙，然后在这边看到大学时候老师的作品，朱晨老师，那是在彰化这边影派的影派彩绘啊，漂亮，难怪这边这么漂亮。来看一下月考考第一名，还有什么？哦，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步步高升，头脑棒棒，工作稳定。哇，我觉得随着时间越大，人活得越大，那个愿望就越小。昨天停的停车场是这一个，然后呢，它这边有 U Bike， 你可以停这边，然后直接骑到老街去，你就不用烦恼老街要怎么停车了。老街附近的停车收费都会比较贵，然后这边的话是免费停车，就是有差这样子。我们早上呢就走了这附近的早餐店，评分高的叫阿满。阿满早点，我们点了两个饭团，一个是三杯猪柳，一个是烧肉。嗯，好吃吗？嗯，真是应该烧肉。哦，嗯、哦，看看烧肉，哦，很厉害，哇，嗯，哎，他的烧肉，肥瘦相间。哦，这彰化人真的很会做猪肉哎。你看他的饭，黑白饭团哎，他这个有酱油、猪油拌饭的味道，好好吃哦。他的料真的超实在的，他比握便当还像握便当，他真的是握在手上的便当的感觉。你看那个烧肉都爆出来了，好赞！他的油条好酥脆哦，然后他的那个酸菜是酸甜酸甜的，蛮好吃的。然后他饭团上面还会撒蛮多的黑芝麻。吃起来会有一个芝麻的香味，三杯猪柳，哦，很香，一打开那九层塔的味道，哦，九层塔，哇，嗯，如何？这料超实在的啦，很棒哎，其实这间可以哦，如果你刚好也是车速文武庙的话，你早餐可以来这边吃，嗯，我们蛮推。上课的地方超酷的，是这种温室，在温室里面上课多糗，第一次在温室里面上课，好漂亮，好漂亮。然后真好哦，因即卖是专呆玩安尼走透透，就是吼，因想讲会用去推广这个物件，吼，啊去诶无同款的所在去，诶去看卖啊，迄当地是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啊嘛会用甲这个。诶，遮趣味的课程吼，分享给大家，所以吼，这个力量真好吼。诶，大家好早吼，大家好早，大家好。我
是为高雄起来啦。好，啊，今仔咧特别受这美女的邀请咧，今仔这边甲大家上课安尼啊。即届咧，阮来咧做这种会当插花的花干啊。我觉得你就喜欢歪歪娘。这个很瑕疵，没关系。哇，熟练。啊，你是不是太硬了？胖公公的胖。我今天胖。来了。肥多，好爽哦！之前我朋友说那个来彰化哈，控肉饭不用挑，随便吃都好吃。主角来了，哇，果然是我想要点的东西哦，看着就好吃。哎、欸，这所有的胶质，你看乖乖的，很猛哎、欸。随便吃啊，彰化控肉饭都好吃。我真的很爱哦，好好吃。你看这个肉超 Q 的啊、哦！不用，不是一米就好了。差一点点，一米就化开，变成酱了嘞哈，好好吃。嗯，那你吃一看它猪脚，也是一样。这个是皮比较多的，嗯，如何？可以搬来彰化，肥肉信徒赶快来彰化。好好吃哦！这是他便当的配菜，然后这是我点的排骨酥面，看起来超好吃的。排骨酥面。吃看，嗯，我们刚刚吃完了控肉饭了，我们现在是要去那个有冠军帽的那一间庙，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普盐马拉松世界冠军的那一顶帽子，普盐顺泽宫，如果有到鹿港的也可以顺便过来，这边离鹿港也不远。2022年的时候有来还愿之旅，我们现在要排队领帽子。冠军帽，两位，两位，那个两位，这两位，啊，好好好，嗯，拜拜，嗯，有张纸质照片，好，谢谢。我们要来过炉，顺时钟三圈。冠军帽，冠军帽。好，我们去天香龙泉。我觉得你蛮适合这个帽子的。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呢？看我的帽子，这个是普盐顺泽宫的冠军帽。它为什么叫冠军帽呢？是因为有一位选手，他叫伊登，然后他就是专门在世界各地比那种就是铁人三项的。然后呢，他在东京就捡到了这顶帽子，然后他就带去比赛。他只要戴上这顶帽子比赛，他都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到冠军，法力无边啊！现在拿到几个冠军了？他现在已经拿了9个冠军了。他每一次冠军都戴了帽子，就是他有戴的都会得冠军，所以他就是后来还有回来台湾两次。还愿啊！对对对对对，太有心了吧！就是回到这边，然后看一下这个帽子的那个庙长怎么样。因为其实这边蛮偏僻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香客。是，对，现在很多人都来，因为这个帽子的话，它是你是可以就是自由捐献的，对，不强迫，结缘品，嗯，结缘品，然后你就可以随喜天香有钱这样。嗯，这样很棒，超棒。大家去看一下他夺冠的照片，我觉得超有趣的。好啊，走。这就是2022年的，这应该是最新的。他是参加加拿大公开赛，也是夺冠。啊！还有一个超大的帽子，然后这个就是他的签名，伊登的签名。冠军帽。哎、欸，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那个。
庙公啊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也不会在意，就是说你是多，你是那个捐多少，他们只会说啊，反正就是每人一顶，公平。就是如果你入港之后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你可以来这边，然后你可以去大有社区，都很不错。对，然后他下午拿帽子的时间是一点开始。对，他上午的话，平日会发150顶，然后下午也会发150顶，然后如果是假日的话，上午是250顶，下午也是250顶。对，那中间就是12点到1点这个时间会休息。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如果坐过来再抓个时间、嗯、没错，那中午你们就去吃那间空肉饭啊。好哦。 I was out alone looking for love when you buzzed by and caught my eye. I had to get to know you, get to know you. I was surprised by your sweet southern charm. Wasting no time, had to make a move. So I got a little closer to you. But you were like a bee sting on a summer day in the middle of July. I stopped to taste the honey, should have kept it running. Maybe then I'd been alright. I had my heart open, cause I was hoping that you would be the one. Goodbye, honey, I'm done. Oh, this is done.A queen, but I learned really quick you weren't as sweet as it seemed. 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should have seen this coming. But I couldn't resist dancing with you, so I gave you my hand and you spun me in with your smooth moves and come on over grin. But you were like a bee sting on a summer day in the middle of July.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上次就很漂亮了，上学校我下学校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纹路里面，嘿，有没有这样子上去就有那个颜色？又起来了哈，嘿，很漂亮哦。哦，来，黑姐，黑姐，哦，正，哦，好漂亮。对，我们两周上了两堂课，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最后一天要回高雄啦。对，然后大有社区那边的那个阿伯啊阿嬷都超级可爱的，他们做那个真的是做得很有心得，这样子很有成就感。喂，磨到不想要下课。对，那个成品也很漂亮。对啊，然后昨天下雨，今天刚好是出太阳，一个好的状态，对，雨过天晴，可以回去继续赶工了。啊，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再见，拜拜，拜拜。这里可以订阅我们，这里有其他影片，还有按赞哦。